档案作业题、教材制作，这个部分是属于付费功能。在开始制作前，请先在您的云端硬碟建立一个资料夹。输入名称后，按下建立。回到 OneNote，选按云端硬碟图示。找到您刚才所建立的资料名称，按下选取。OneNote 会自动取得该资料夹名称作为单元名称。您可以设定完成指标为老师手动批改，或是仅供学生自主学习。完成后按下储存，这样就完成档案作业题的设定。同学选按要回答的作业题后，按下上传档案。如果浏览器有出现已封锁弹出式视窗，请选按一律显示。请同学输入您的 Google 账号与密码。再来，请从您的电脑中选取要上传的作业档案。完成后按下上传，这样作业就缴交完成。同学上传作业完成后，您可以选按进度。看到每位同学作业缴交的情形，选按上方的作业题目，则可以检视每位同学所上传的作业内容，也可以将它从云端硬碟上下载下来。如果同学的作业有达到老师的要求，您可以选按前方的打勾，给予评语，按下储存。若作业不符合规定，可以选按退件，按下储存，这样该同学就可以重新上传新的作业。